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虽然之前很多人都说我买宝骏530是个错误，但是呢，我一直坚持认为我是对的。咱们小红车已经跑了有106000多公里了，什么路没去过呀？什么沙滩呀、河滩呀、碎石路、塌方路，还有淹水路。有一次他去墨脱的时候啊，那个水深有1米，这个就这样躺过去了。而且咱们这个宝骏530小红车，在川藏线上走过2次，然后青藏线上至少有5次，然后这个戈壁滩沙漠那是走了50次了。动力方面我一直觉得还挺好的，就我有一次动力不足，就是在走墨脱的那条路上返回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泥石坡，上面特别多的泥，而且坡特别陡，然后动力没跟上，就只有那么1次。小伙伴们，咱们国产车牛不牛？而且现在国产车已经走得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好了。我是觉得现在坚决拥护咱们的国产车，厉害。而且这个车裸车是才9万多一点，就是属于那个中端配置。你是在感觉圆圆真的好开心啊，圆圆吃个小红薯，在太阳底下来了。好吃不？走了，继续去捡玉。来看，又捡了一块，这是金丝玉。过来，高手，过来，过来，往这边。现在这边过去就是沙漠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远处那些沙丘。圆圆，来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来，弱枪狗王。小伙伴们，看，不论是圆圆还是咱们的小红车宝骏530，都是我觉得就像战友一样，走南闯北或者干嘛干嘛的，始终都陪在我身边。希望大家这一生也会遇到像狗狗或者是像宝骏530这样特别忠实特别铁的小伙伴。拜拜，勇闯天涯的日子咱们彼此陪伴。